听说冬天用红虫不一定能钓到鱼，但是不用红虫的话一定打龟。所以我们今天用蟹膏。今天水比较清，选了一个比较深的牌，水深差不多7到10米左右。来口了，再来中。有人说我这种钓法是迪拜钓法，我们用的这种膏蟹是冰冻的膏蟹，1斤20就可以了。这一只起来就可以换1斤的膏蟹。每口给它逗一下，中。用蟹膏尽量不要逗鱼，不然都是小鱼来吃，浪费饵料。一只小19公，给它放掉吧。没口了，换了一个牌，又上了一只小黄刺，一共就钓13只鱼，冰多放一点就有爆香的感觉。